此一时彼一时矣。反正你跟你前女友也就这么说分手就分手了。但是我只知道有一句话一定是对的，就是秩序。我甭管你是现在正在谈着，还是现在又在爱着，你一定要结束这段，你才能开始那段，这是最起码的公理，你认同吧？一定要清清白白的结束，才能够清清白白的开始，这是你们两人之间最大的问题，你们两人都犯了这毛病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其实我认为，如果在接下来你要向他告白的过程当中，不要再去谴责他的男友，或者是他的家人，或者是你的前女友等等等等，你们两个人若是要在一起，你应该感谢所有人，因为是你们先触犯了秩序。我觉得你现在必要做的事是面对着镜头跟你的前女友抱歉，跟逸轩的前男友抱歉，这都是你应该说的，你不愿不愿意？你这时候为什么不能大胆地跟他说这件事情的真实情况是什么样？你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，你想把本来是你的错误归结于别人的身上。你们双方都是还在没有缔结婚约的情况下，只要没有领结婚证，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每个人都还有公平竞争的机会？但是你不能脚踩两只船，或许你今天告白的对象都不该是逸轩，应该是你的现任女友，你告白对她说我们正式的分手，然后我再去寻找我新的爱情。我只能对我前女友说谢谢，咱们现在这个结果可能对你对我都是好事，你会找到你属于你自己的幸福。感谢你这一年多来对我的支持。